火星人布鲁诺凭借超强的创作实力推出不少好歌，在全球累积无数歌迷喜爱。日前他暌违九年到南韩开唱，吸引大批艺人到场支持，包括 BTS 的 V、RM、少女时代秀英与男友郑敬浩等人。火星人布鲁诺也在演唱会结束后晒出现场照，还给了拼尽全力挡住人群的保安一个特写，感谢保安这么拼命的保护他。不过往保安旁边一看，却捕抓到拿着手机一脸感动的拍着火星人布鲁诺的舞者 Aki， 而且放大版的特写照中还只剩下 Aki 和宝全留在镜头内。同为火星人布鲁诺粉丝的秀英在看到照片后也马上标记 Aki 的社群账号，询问是不是对方。随后 Aki 本尊现身留言区，无奈的表示自己也不想以这种方式被哥哥记下来，爆笑留言令不少粉丝笑翻，纷纷调侃 Aki， 也算是另类的追星成功了吧。